守望时期，3月27日，辅导弟兄姊妹平安，神的仆人使你们大家平安。又到了我们在这里一起查考圣经真理，一起做守望的工作，面对改革宗派、归正宗派、加尔文神学派非常凶猛的这个搅扰，我们必须有所了解。上次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，我们要仔细听，除了他们所讲的，不管是北方的东北地区的也好，华北地区的也好，华中和华南地区，福建的呀，武汉的呀，北京的等等这些代表人物以外，还有专门从美国的跑到香港搞培训的这些以外呢，都打着五要点啊，加尔文神学五要点来讲。其实除了五要点以外还有别的呢，举个例子来说哈，他们在1540年加尔文重新回到日内瓦以后，重新掌权以后啊，首先废除了主教制。主教制是什么呢？就是长老的长老，就是牧师的牧师，具体来讲就是广大地区当中立出一个头来，这是天主教搞的嘛。今天呢我们来看，今天呢在改革宗派也在搞这个不叫主教的主教啊，和牧师率领底下一帮长老，长老可能是各个教会啊选出来的，最后集中一层一层往上起，像金字塔一样，有的叫七层领导，最后一个头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黑龙江啊广大地区三江平原那里设立一个王成新啊做牧师啊，现在据说这个王成新也离开本地了啊，到关里来了。他做牧师呢，实际上是在做主教啊，在长老的长老立了几个长老，长老的长老最后是他的主。其实本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已经把主教制给废掉了，建立长老制。长老从哪里来的？长老是从基层选出来的，选出来一个长老议会，这是本来是民主选举，这是好的嘛。我们刚刚说了，改革宗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归正神学加尔文神学有对的地方也有极端的地方。除这以外呢，就是由这个长老来治理教会呢，信徒嘛直接选，一人一票的选出长老来。长老呢还不行，这牧师呢，长老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，是又长又老，是长是指他属灵的长进，老呢是他经过老练啊，遇到的问题多等等等等的，是吧，碰的钉子多，失败教训多等等，这是生命方面的。那么牧养教会呢要请牧师，就长老们去请牧师，这有这个长老就有点像现在海外的长执会差不多了哈，聘请牧师在这里牧养教会，这是他们的做法。还有啊，把原来天主教那些礼节基本上都废掉，只保留两个，一个洗礼呢，一个是掰饼呢，这是没错啊，我们今天都是这么做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大陆推广的这个改革宗派、归正宗派、加尔文神学派必须接受他的洗礼，就像几十年以来小群做法一样，必须接受他的洗礼，掰他的饼才能加入他的教会，才是算教会，不加入他的教会，不接受他的洗礼，不参加他的掰饼，就不是教会。你外教会的人不能参加他的拜金聚会啊，因为你不是他的人啊，看作是异族啊。最明显不过的，也就是说后来明白过的，就是于崇恩老弟兄，今年已经80几岁了啊。老弟兄在劳改了20多年当中，
意识到原来自己走这个路线是错的，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，就是他们小群的教会，这个是错的。这个路线是谁定的？这就是尼托生弟兄定的。尼托生弟兄在中国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建立，很多的建树，这是没错的。但是搞成这个一个地方一个教会，这就大错特错的。今天在中国推行改革宗派的这些人也在搞这个名堂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问题了，洗礼的问题和圣餐掰饼的问题。还有下边更厉害的一条，就是国家要重塑与教会，有教会在那做差遣，国家受教会的管理，那是政教合一了。教会做头啊，你听听蛮好吗？教会做头，主耶稣做头，这不很好吗？不是的，你要听清楚啊，是教会要做头来领导政府啊。我问大家，在中国现实生活当中行得通吗？行得通行不通是另作别论，合不合圣经真理啊？举个最典型的例子，耶稣到世上来，他们以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王，对吧？所以让拥戴他做王。耶稣做没做？没有。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，和城人都轰动起来，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呀，也没像中国人抬轿子，是骑着小毛驴啊，和小驴驹都跟着跑的，是吧？全城都轰动起来，何撒那啊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但是耶稣没有做，为什么？耶稣来不是要那个时候做王啊，不是要做以色列的王，是要做全人类的王啊，啊！但是时候还没到啊，那个时候是来救罪人的。到什么时候做王？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是题外的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仔细听仔细看的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重要，听其言观其行知其人。听其言观其行知其人，你看看这些人讲的头头是道，看他做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真道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啊。上次我们从创世纪选几个典型的例子，在出埃及当中我们也选几个例子。出埃及记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神呼召摩西，如果摩西不肯去呢，就是不去，怎么说我也不去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服侍的机会，可能就最后老死在西奈旷野放羊人放羊老头了，是吧？但是最后他还是听了，听了神就委托他差派他去把以色列人几百万人领出埃及地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们看呢，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的圣经上面小标题就是十条诫命啊，十条诫命，我们不妨多读几节经文。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从第一节读起吧。神吩咐着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第三节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祭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是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第七节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
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就是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传达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啊。我们看啊，这段经文也是记载一件事实，一个历史的事实啊。十条诫命有八个不可以，有两个应该做，这就表明可以不可以呢，神已经定好了，做不做是你自己选择喽。不可以的你偏去做，像亚当夏娃一样，对不对？应该做的你不去做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当然受咒诅了。所以以色列人最后是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听话和不听话，顺从和不顺从，结果是完全两样的。顺从神的律例诫命就蒙福，抵挡不听神话的就遭殃，就这么简单的事嘛。所以在这里完全表示说，人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守、听或者不守、不听，那就取决于自己了嘛。这就常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嘛，就是这样。要使得蒙福，就走顺从的路；要使得遭殃，用俗话说就是自己找苦吃，自讨苦吃，自己找死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32章，我们从11节读起。出埃及记32章，那里记载以色列人拜牛犊的事。我们看哈，这件事啊，看起来亚伦犯了个原则错误，就是做群众的尾巴。人缘很好啊，你们说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啊。当摩西上了山，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下不来的时候，下边人着急了，哎，你弟弟可能凶多吉少的啊，咱们现在往前走啊，不如你赶紧给我们造一个耶和华神吧。啊，好好好好啊，拿什么造？当然最好的东西呢，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呢，金子从自古以来，也几乎可以说有人的历史以来，金子是最好的了。黄金今天是全世界拿着保值用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把金耳环、金座子什么东西都拿来，他们这是能工巧匠很多，很快就炼出一个、铸出一个金牛犊来。下边还说，以色列人呐、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呐、所以大家高兴的不得了，就在拜了。所以神吩咐摩西说：“摩西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呢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呀。”我们看摩西怎么说。11节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“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
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出灭。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啊！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：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十四节，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的百姓。哎呀，你看摩西真的是把一切都看得神为重。你的百姓是你领出来的，免得埃及人说你把他领出来就是杀他，是你是神摆在第一位。如果换人的话啊，怎么那可再好了，这些百姓我受气受够了，整天受他们的窝囊气，一会儿跟我发牢骚，一会儿要水喝，一会儿还要肉吃，一会儿嫌这个好吃，一会儿嫌这个不好，烦也烦死了，是吧？好极了，你现在可不是我要降灾给他们，我不是求的啊，是你要亲自降灾给他们。好，是我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有没有可能指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？完全可能。圣经记得摩西两个儿子是吧？摩西可不可以多生个儿子啊？像雅各一样，像以色列生十二个，完全可以吗？十二个再十二个，一个一个不得了，几代繁殖下来就成千上万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摩西没有这么做呀。我们这个引这段经文特别看重一点，就是什么呢？摩西为这个百姓在这求恩典呢，神居然后悔了，后悔不降灾了。可见的，由于本来预定他们要被毁灭的时候，神居然不定了，神改变主意的。所以绝对预定论本身是太绝对化的嘛。神也有后悔的时候，你说哎呀，后悔要难吃，原来神也后悔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这个后悔是用人性的角度来说，很改变主意的意思。他不会后悔，为什么不会后悔？他老早就知道以色列要背叛他，也老早就知道摩西会替他求情了。那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你何必再做？这不自导自演吗？不是，导演的演的好坏还在那个演员本身表现如何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演员自我发挥比导演那个剧本还好呢。我是举个例子来说，是吧？我们看到一些很有名的演员呢，演电影演的那个导演呢，那个剧本上没有写的那么细致啊，那个手怎么样的动作哈，眼神怎么样表现，那是那个演员已经投入进去了，在这边表达的，可以说表达的淋漓尽致。这是题外的话哈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一点是，神虽然预定这些人因着他们背叛要灭绝他们，但是如果他们不背叛呢，他们后悔呢，他们改变呢，神也照样会改变。这就中国有句话叫天人感应吗？道理是一样的，天人合一，天人感应，就是上天降福或者降灾，在一定程度上看你人类的表现如何。所以以前呢，在中国古代呢，如果碰到天灾，那个皇帝都要下一个诏书，就是自己谦卑下来，罪己诏，就是说罪是我惹的，我是皇帝吗？我带头把老百姓带头错路了，求上天饶恕我们呢，叫罪己诏。所以今天呢，看到天气反常啊，比如说三月份老早立春这么久了是吧，它突然下起大雪来了，莫名其妙，南方那干旱的不得了啊，云南地区啊，那一带几个省是吧，水库里头牛在羊啊在里面找草吃，草都不长是吧，很多牧民呢把牛羊卖了，因为没草给他吃，
干旱很久了吗？北方下大雪，南方干旱，这不是天灾是什么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风调雨顺是神所赐的，风不调雨不顺也是神所降的，赐福和降灾全在神那里。好，这是题外的话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看利未记。利未记，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，利未记从第一章一直到五章，这是讲到五样祭，五样的祭物都是属于感恩的祭物，不过呢各自有各自代表的意思不一样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存着感恩的心的话，那还有什么预定啊？况且呢，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就更清楚表明，那是并不赞成绝对预定论，或者说是和绝对预定论是抵触的嘛。如果是绝对预定的话，那无恙祭那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是吧？其实我们说旧约的献祭本身是预表着新约的献祭，新约献什么祭？不是我们献，献的不是鸳鸯鸽子，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了，为人做赎罪的祭物。在民数记十三章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民数记十三章，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要进迦南了，神吩咐摩西安排人去侦查侦查，圣经那个时候叫探子，探子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侦查员了，对不对？或者密探呢，或者说是特务呢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特务一听就是反面的，其实就是特别的一项任务，对吧？安排探子去了解那里的情况。在民数记这里提到十三章三十节，那地我们看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啊。那地，那地哪个地？这是迦南地。从地理的角度来说，过了红海就是芦苇湖的那一部分，过了那里到迦南，如果单人走的话，那个距离大概是十几天的路，也就十一二天的路，就算是拖儿带驴的话，大约可以走一个多月，四十天的路。结果他们没走那条路，就在旷野绕绕了四十年了。本来安排十二个探子去了，十二个探子去了，带回来的消息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相同地方是什么呢？哦，那个地方好得不得了啊，真的是牛奶与蜜啊，而且呢一穗葡萄一个人拿不动，得两个人抬。你想一穗葡萄有几斤呢？要两个人抬啊。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旅游地旅游局，旅游局这个符号呢就是两个人抬一穗葡萄，就是从这里来的啊。那个地方表明好的不得了，富呢富足的不得了，这的确是富啊。不过啊，这一不过问题的，不过啊，那个地方人高马大呀，城墙厚的不得了，坚固的不得了，我们在人家眼前里头简直像个蚂蚱一样，像个蚂蚱一样，说碾子碾死我们的。哇，这下老百姓一听慌的，哦，这可完了，我们在送死来了。可是只有十二个探子当中，只有两个探子迦勒和约书亚说，不，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能得，因为什么？神应许我们得，我们能得，必得，必能得。你看去了十二个人，两种不同的说法，按大多数啊，服从大多数，那就完了，这送死去了，别去了，赶紧回埃及吧。这就一般人的做法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当中走的道路也是同样的，在人看来这条路啊，实际上这叫窄路啊，这是非法的地下活动，是吧？赶不上我们找一个合法的保护，
那法律保障，就是第三条路线，就是刘同松牧师的和赵晓所推行的这条，具体响应的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北京的守望教会金天明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早在圣经当中已经老早跟我说的清清楚楚了，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呀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，前面的车翻车了，你第二个车就别走这条路，走这条路照样翻车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到底是看重教会是属于谁的，这是根本问题。好，今天时间先停到这里，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查考，一起来分享。